但那你是蛋是刮的，没味道的，你春天就炒蛋。你人才是刮的。我刚弄又帮我拉一圈啥子吗？那是唱帅的呀，我也觉得他就是帅，这个都是帅。不过他就是野草，另外还有通。此时此刻我们的蛋总好温柔哦。你快点嘛，不要摸了。跟着我混三天我九顿，跟着蛋总混，天天吃野菜。老板，这是啥子？栀子花吧，水。拿点去卖嘛，哎，以后。别个的。别个的都是你的噻。我们蛋总开的生活越来越好了，都是吃免费的，跑去这些地方来摘野菜。过来过来过来，真的是你想得出来哦，蛋总。那，这我。在草里面找鼠，我感觉我像羊一样。蛋蛋。啊。我是属牛的，你是让我放飞自我吗？当然你要晓得这些地方有啊，我的地方我肯定晓得哪儿有噻。中生活下午你外国要喊我来就说，不用带我来体验生活。要不放弃他吧，我看你整个浪姐。不可能，我都挖得那么辛苦的，他有根树跟在这里，不好整。好，出了。要挖集中了哦。啷个嘛，你怕没得你吃你的啊？明天是刘德西再来挖噻。明年又来嘛？是我的秘密基地，明天是还要来。过了今天就不成你的基地了。哎呀！中了，你挖上瘾了是不是？来了，走嘛。蛋蛋。嗯。我这坨肉该是漂亮噻，你看这面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活了交给你嘞。那你的嘛？你还炒哎？那你的，你去了。不要拉皮子哈，乖。再长些点吧。你又给拿烟，我在那里要着去。都说是你拿的，等哈。我那个人好瘦哦。倒计时一下。好了，我要下来了。好吧，你不吃饭吗？吃噻。吃吧。今天就两个菜哦。你要吃好多的。没看成兄弟啊你？我给你找嘛。蛋蛋，你是蛋是刮的，没味道的，你春天就炒蛋。你人才是刮的。
吃了半天，我别你说啥子野葱，反正还是挺好吃的。那你不吃腊肉噻？你挖，你是挖的野葱。肉还是我拿去的，两样你不要吃，你不要吃啊，要不？哎呀，不吃都不吃，忘给你，哎呀。哦，你要豌豆的是啥子？煮的强哦，你不吃我吃。